是于洋，该怎么聊怎么聊，该怎么说怎么说，看手机待着说话或者是唱几句啊啊啊，张张嘴，对，一年两年老师吧，或者是幕后的人，好好生活。于洋有没有机会发新年快乐这首歌呀？暂时还没有，短暂的应该暂且还不会发，不好意思。语言多扯一点，以后会写甜歌吗？可以，会考虑。语言有没有记忆比较深刻的跟先辈的某次互动？上次演 Live House 的时候，然后他们有一个什么脱衣服，因为它里面太热了，所以说要脱外套啊。对，然后就给我偷笑。语言，你之前说想学编曲，请问开始了吗？算是开始了。洋洋之后还想尝试一些什么风格的音乐创作呢？我就喜欢我当下是什么样的状况，我就会写一样什么样的歌，然后我什么样的心情，我就想写一些什么样的歌，就是写自己的歌。对，北京的初雪好看吗？有没有拍照片分享一下呗？我没拍照，北京的初雪还是就是还挺好看的，也挺冷的。Hello,Unitalk 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赵让。背背词啊，然后，对，就是想一想等会儿台上表演的东西。非常顺利，非常开心，对，然后觉得沙溢汀老师非常有趣。我们两个一开始是先通过打游戏，然后互相来这个熟络了。他比较强吧，他赢的比较多，他赢的比我多。有的就是穿搭要先看身材，看你是什么形状的身材，决定你适合什么样的衣服。有的真的有，就是睡觉之前的话会跟好朋友们开黑剑圣打野上单诺手 AD 寒冰辅助机器人中单都很难。赵让今年冬天穿秋裤吗？穿。想问下小让总长高的秘诀是什么呀？长高的秘诀就是不知道。赵让什么时候让我坐你的副驾？下辈子吧。赵让对于长沙的印象是怎样的？火辣辣的。赵让你的新专辑准备的怎么样了呀？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基本成型。赵让你没驾照，什么时候考虑考个驾照呀？什么时候特别有这个欲望什么时候考。你们拉拉链要收钱吗？为什么穿羽绒服不拉拉链？因为我觉得不拉拉链会比较帅。你们好 ，Unitalk 的朋友们，我是沙溢汀 EL， 就是紧张背词儿，别人的坏话，别人的坏话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找到共同认识的那个人。第二点是有什么共同的兴趣爱好，我们本来是要在线上去合作的，但是因为刚好他来上海了，那我们去吃了个饭，我把他带到我家里来，然后我们一起打个游戏，先从关系上熟络了起来，之后其他的音乐合作啊这样的就。不会太生疏，就交流起来不会太困难，无地自容吧。不换，从来不换。我不看朋友圈，我不怎么看微信的，因为我一般戴着耳返嘛，一般是听不见他们说话的。但是有些人他能冲破这个耳返，那我就能知道他们在叫啊。还有一种就是，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人会来很多场。他们会站到最中间的那个位置，我每次去我都会看到就是是熟悉的面孔，没有这个想法，就是没有其他的第二个选择。瘦一点，然后写更多好的东西，去旅游，喝水，咕噜咕噜，这样。请问啥一听天冷的穿秋裤了没？不穿，从小不穿，我在内蒙都不穿的。请问啥一听下次巡演什么时候？这个保密，现在说太早了啊。
最近让你大笑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哈哈哈，就现在。再见，再见，加油。Hello， 你好，Hello，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六六 ，Hello， 都已经后台了，我肯定得开开嗓啊之类的，对，空空如也，浪人琵琶，后来遇见他，这首歌曲呢，讲的就是对爱情，就是不笃定啊，然后各种怀疑、各种猜测啊之类的，然后大家可以具体详细的内容，大家可以去听我的新歌《运筹帷幄在酷狗》。我为你哭，为你笑，为你还能再受几次伤，陪你疯，陪你狂，陪你去想去的地方，爱过你之后还能再爱几场。气儿不够了，谢谢。啊，说起 P 图这个事情，我确实很拿手，经常用到的 P 图软件会有美图秀秀还有醒图这两大软件，真的是非常厉害，特别是醒图上面的美妆功能，还有美图秀秀里面的自动美颜瘦脸功能。首先就是照片它的清晰度一定要有，在有清晰度的情况下再去 P 它，肯定会 P 得更好看一点，更有质感一点。对，我一直都是那种不顾后果的人。对，这个应该是。首先跟我们 UNITALK 的朋友打声招呼吧。Hello UNITALK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言语社，哇哦，用我们一片真心，对，拍打自己的身体以及拍打别人的身体，对，就互相放松嘛，这样，哎，这样，对，拍热了就好了，不紧张了，对，随便我可能就嘟这种，我可能会喊两声吧，喊两三声吧，嗓子开了。我的话是看到有比较符合我心情的小狗的话，我就会换。那你呢？我的话看到好看的我就换。我也是，我看心情吧，但最近基本上就没换了，因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头像的。OK， 我自己发的，我自己发的。你也是？我也自己发。我发的内容呢，就是一张我的他拍，因为太帅了，所以真的，我天哪，印象太深了。我的也是，我一同学也是一条他拍啊，就是看不到脸，但是很有氛围感的那种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那种氛围感，你懂吗？比他那个要帅多了。我一般就是喜欢看电影，之后就会给电影点赞。突然文艺起来了啊，文艺青年。我会做一个自由职业者吧，可能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那我可能我觉得我会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吧，我会是一个老板。OK， 希望我可以把学习搞好，把我的也就是艺术专业和我的文化课专业都弄好。对对对，这是我们大家的心愿。一安三小子来长沙有什么感想？开心，激动。感谢大家，幸福。可以学一下长沙话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什么东西？不是这样说吗？请问傅运哲有什么保暖小妙招吗？多穿。穿秋裤，穿秋衣，什么都穿，然后使劲把自己裹得厚一点，反正只要不冷就行。想问下雨木羊考不考虑出一期舞蹈 cover？ 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一定会给大家出一期舞蹈 cover 的，希望大家就期待一下吧。想问下陈一平时训练会不会有什么压力？会也不会。废话文学了。对啊，陈一什么时候发歌和依依宝贝和赵雅？为什么？大家都很喜欢依依。之后吧，如果他有空的话，我有空的话，要给依依排档期了。依依太忙了。